女儿另开群组，妈妈一定要加入，这样正常吗？就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他们竟然又开了另外一个社群，一个 LINE 的社群。对，我就说那我也要加入，他就死都不让我加进去，哎，我很生气，哎，你不能加进去啊。好啊，你朋友比较好啊，那你都以后有事情找他们，不要找我啊。你好幼稚哦。不是，妈妈比女儿幼稚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